当爱情已落成遗迹，而伤心刻画成回忆。陛下，这辈子咱们可要先考考学业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进处理。你的笑多疗愈，让人生也苏醒。要解殿下身上的毒蛊，必须要用我的心头血毒药。我最放不下，我问你能否一直就好运气。先问你问题，我会让你没事的。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最难爱情，最难解的谜。时光更迭了四季，而宇宙不换我心意。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，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。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，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。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，我愿意，你相信，这是你每个表情。每个明星怎么来我去见相依，什么老妹子在爱情不是过你的踪迹，会不会你一样的真的去过去。긴밤이오면또길이길어네가없는나终究还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没时间了。这是此次前尘如梦展的核心产品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第一根簪子，是一位王爷为他的王妃亲手打造的。老板，有人找你，快醒醒。乔雨荣小姐，你是徐剑，久仰大名，徐总你好。
像你这样的年纪的事业有成了，结婚应该是你最后的压力了吧？我这个年纪，所以呢？所以我们要不要假结婚试试呀？行，但我没问过，知道你肯定后悔的。喜欢你了，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的体检单。你好好把前尘如梦整顿好。12月25日，我们离婚。平安夜那天我在游乐园等你，你要不来我就不走。你不是说你老梦见我跟你在古代的事情吗？对于你来说，那是梦。对我来说却是真实的，是我千年以来的等待和守护。蓉儿，我已经知足了。能在一起一天是一天，你知足了，我还没知足呢，这人怎么这样？不要拍我，可以去吗？请支架。好，来准备。哎，好。神奇的，就是鬼市，一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在这里，神神叨叨的，对，那就对了，这是我们的特点。真笑啊！再来，不要拍我，可以去吗？工作室快乐，来，好好，来，工作室的快乐。哎，古代你说怎么做呀？骑马舒服，骑马也累，骑马骑有人骑马也累啊，骑马挺是吗？我觉得挺舒服，我可以骑一天。啊，不行不行，真不行的，是不是？真的行的，真挺牛的，我今天是内蒙古人啊，对，我湖南人。